拜佛也没用，下跪猪当晚辈仔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中国温州这头猪在寺庙前做出跪拜动作，许多民众啧啧称奇，说众生皆有佛性。消息传开后，网友封他二师兄，说可能是猪八戒转世。嗱，系咪啊？我都话大师兄咧，神唔系敷衍我哋嘅，佢一定救师傅嘅。咁夜出嚟唔冲屙尿咩？引发一连串惊叹与传说，但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被宰杀的命运。原来二师兄是寺庙附近一户名家所养，养了一年多，最近长到150公斤。大年初四那天，他可能嫌饲料不够，伙同两名同伴撞开猪圈逃走，随后就到寺庙前出现疑似跪拜动作。到了下午，主人老黄把三头猪抓回，当晚就送去屠宰。事后老黄看到影片，才知道二师兄前往拜佛，感叹早知道就不杀了。附近的村民则表示，二师兄可能是跑累了，前肢跪下来休息，并不是什么神机。动新闻临时抱佛脚没用啦，报道。